千万唔通家己找麻烦，也那无，我绝对让你死个真歹看。李公，我这次不列车到竹安，你是头一个来支持我的，所以你员工是我第一的伯乐，这点我真感激。啊，唔过第一，我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我；第二，你这位伯乐，唔呐看介意我会晓走的功夫，嘛看介意我的辛苦。这点我都无法度接受啊！弟弟，原来你真正反叛妈咪，等于我甲妈咪讲。弟弟，我问你，你是为安怎要找红英集团的黄炳秋接触？敢讲你阁要想来挖我的手啊卡着着？我哪有？我再讲，黄炳秋来台湾，这算是大代志，我哪无看到新闻啊？叶美琪，你讲只是怀疑。你跟黄主席有接触过，并不讲伊有来台湾。你未免想过自作聪明，嘛加了想过保险。无唔对啦，卖伫咪遐，感觉甜青。各位啊，就算讲我知影黄炳秋来台湾，迄嘛无啥物啊。重要是，我真是无甲伊接触过啊。所以，你讲我想要挖你的墙瓦卡，我是会听无你的意思呢。美琪耶，你若吵起人，那是你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无钱无，我亲目睭看到黄志忠踮咧黄炳秋的房间出现。你无看唔对，绝对无。你看到的人，唔是我。你是咧讲啥物废话？刚刚你讲的才是废话啦。你看到的人唔是我，是黄志忠。来，你走来问我要从啥咧？你想要兴师问罪，应该去找黄志忠才对啊！叶美琪，大家拢是聪明人，你唬人嘛无路用。一方面，黄炳秋已经向李公亲嘴承认，伊甲黄志忠确实已经进行过真机密的商业会议。另外一方面，你甲黄志忠唔那是 partner， 恁最近阁行啊这么远，我唔相信伊去找黄炳秋进前无甲你参详过，你阁敢讲你唔知影？叫我所知影的，黄志忠是去调解因爸爸甲因大伯恩怨，这是因家己家族内底的代志啊。黄志忠，照理你应该嘛爱尽一份心力去斗三工才对，哪会颠倒？听起来你敢那真愤慨，真想要阻止啊！黄炳秋两兄弟啊，好好，只是头一步。其实上主要的目的，你也是想要甲阮像磁浮列车这个投资安尼合作对象。所以你讲你挖人的墙瓦卡。绝对不讲唔对，绝对唔对。就算讲你讲的是真的，那又该安怎呢？敢讲恁甲红英集团已经签约啊？敢讲红英肯定要甲恁合作啊？若是阿妹，阮绝对会用去争取。叶小姐，我讲一句公道话，你安尼做真正有够超前。虽然伫咧生意场上，人拢以名利为重，不如个人情义，你嘛要爱顾。敢那袂输我甲你讲咧，阮两个交情，即马目前我真落济真落平，伊嘛是和我这个投资员参加，这着证明。王先生啊，这个来当证明，有情有义的人是你，唔是李公。你少年时阵的代志啊，我捌听过，你等于是救过李公一条性命，对不？我嘛听过你较早海派的作风。啊！不过你的作风甲毅力，敢若适合交陪朋友，无适合做生理啊。所以虽然即卖你已经落魄啊，也毋过还是有朋友伫的，这点我真尊敬。啊！不过我袂惊你迄条路，所以你的道理嘛无法度说服我，所以请你莫阁发表意见啊。Maggie， 我警告你，过去你反背我，变心选择超人这条线，我也袂跟你算咧。现在红英集团的黄炳秋是我上界重要的合作对象，你千万唔通家己找麻烦，也那无，我绝对让你死个真歹看。李公，我这次不列车到竹安，你是头一个来支持我的，所以你员工是我第一的伯乐，这点我真感激。啊，不过第一，我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我；第二，你这位伯乐，唔呐看介意我会晓走的功夫，嘛看介意我的辛苦，这点我都无法度接受啊。好啊啦，莫得假高尚啦，
你的生活乱七八糟，大家拢知影。而且你搁叫牛来陪你睏，我嘛有听见。安怎？我看你有酒吧，你已经感觉荣幸啊啦。你讲，你的身份地位应该表现伫个上场上，唔是伫个眠床顶的。请你卖看轻你家己啊！兄弟，我已经嫁去啊。歹势，无。无。就亲像迄时阵你所讲的啦，若是有，你哪会一点印象都无嘞？我心灵啊，迄暗我就看你伤过忝啊，所以伫个烈酒内底哦，掺爱困药啊，互你较好困的啦。李小姐。我无对不起你妈妈哦，弟弟，原来你真正反叛妈咪，但给我甲妈咪讲啊。是的，啊，但是就无发生，是就乱想去啦。各位，我的答复你若是满意，那呢，各位先行。等下，我甲你的事还袂算的。请。顶回你假无意要找我合作。结果你含林志忠甲我偷录音，这件代志你敢敢承认？哈哈，我承认啊，我现在怎唔敢嘞？啊，不过我是伫个关老爷面头前人大刀，学了无好，互你看笑话啊啦。那不是我的头脑变通了有紧，我早已经互你设计去。我是有听志忠你讲起啦，我伊本来啊，是应将你刺杀出局啊，啊结果。你唔知道用什么小动作瞒过裁判，竟然判你安全上垒。叶美琪，你唔免跟我拍啦了。我若是出局，恐惊我就会真唔甘愿。结果就是逼我用更加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你。最后吃亏的人，那一定是你。所以我苦劝你，上好是认真看待我今麦所讲的话，甲这件代志的严重性。千万唔通用任何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，了解无？吴志良，我唔是你惊你哦，啊，不过卑鄙的手段，迄唔是我的专长。你若是无心做模样，我想要学嘛无得学啊。所以你若无继续做虾灵啊，你就用放心嘛，咱绝对是君子之争。你若是无心做模样，我想要学嘛无得学啊。所以你若无继续做虾灵哦，你得用放心嘛，咱绝对是君子之争。各位，你若是拢无话通讲，那呢我想要考劝各位啦，以后莫阁亲像今日安尼哦，莫名其妙走来兴师问罪。但是我较软弱的，可能会叫人吓惊到，甚至叫人马家家己拢无信心，想要放弃磁浮列车这个竞标案。啊，不过我若是较巧的，头壳小想一下，就会知影软弱的人其实是恁。美琪耶，你卖到自作聪明了啦？敢唔是嘞？就亲像当初恁特别失去我的时阵，你甲你讲。去超人找阮志忠因爸仔囝冤家共款啊！恁愈大声，就愈代表恁愈心虚，嘛予人看出恁的无把握。今日我看到的嘛是共款的情形，所以恁若是阁要继续唱声落去，恐惊将来会泄露恁家己心肝内惊吓，无我看出阁较侪恁的弱点利益啊！安怎？阁想要甲我继续讨论啥物无？行，咱来走。欢迎随时搁再来哈。啊，不过那是用个事先通知我，我用个准备红酒甲点心，特别亲像今日安尼，招待不周哦。